想起了战争年代，想起了国家危难时刻。现在虽然是和平了，也不能忘记70年前的岁月。 尤其战士牺牲手榴弹，握着手榴弹，都牺牲了。牺牲的战友蛮多，所以无名英雄蛮多。所以我们告诉我们的青年同志，要记住这个历史的教训，也要正视我们这个胜利来之不易。